好，下一套啦。唔系口吓，跟住嗰啲咧集翻嚟嘅，真系，我好集噶啦，已经系一两期嘅讲完噶啦。嗯，最集嗰套叫咩 ？DD Two 啦，九一二系啦。咁啊，呢套嘢唔系嗱我讲声对唔住先，我真系解读唔到，用呢套用唔到 RPG 嘅角度解读唔到咯。呢个 RPG 嚟嘅，即系呢度系唔系嗱？第二季嗱，第二季一开头咁我讲，当勇者完成咗任务之后，然后跟住佢觉得哇，嗰边个世界几好玩，跟住就带咗两条女过去一齐玩啦。咁然后跟住嗰两条女就无啦啦又变咗做勇者啦，仲有巨大化添，女都变勇者咁爽。總之出咗第三嗰個家，唔係其實個故事個套路你變咗好奇怪啦。其實因為第一季其實唔多，即雖然都歡樂向，但唔多唔少都有個主線劇情去攬住，就係話我要打呢、這個，因為呢個世界嘅結界就變弱咗啦，咁就啲魔物又會出嚟啦，咁你就要去打敗呢個魔物，咁起碼都有個故事。今集嘅故事就係、是、去到就係嘉年華同埋嘉年華。泳装嘉年华，泳装再嘉年华，跟住或者放狗再放狗。唔系啊，呢套系咩嘛？勇者的暑假生活。唔系啊，好似 J.K. Rowling 嗰本新书啊嘛，佢异世界系接一个国家贵宾式招待加超级明星运动嘅招待。喂，而且就放暑假咁噶啦。唔系，即系你要俾你知道就系呢套嘢里边，勇者系几咁廉价，勇者嘅价值其实系几咁廉价。唔系嗱，总之就系咧，每个你请佢去派对就 O K 噶啦。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固有技能，就系、是、叫做勇者召唤。总之咧，我求其召条友出嚟咧，咁我嘅皮俾只戒指佢戴咧，嗱我就当佢系勇者嚟噶啦，唔使经过任何训练嘅。咁呢样嘢都冇乜问题嘅，冇问题。咁问题喺边度咧？冇问题咧。一个就乱咁搵怪怪，做乜鬼啊你？喂，每个国家有一个有乜问题咧？你要明白，第一季佢讲到就系话勇者，依样嘢，即系呢个系几近禁术级嘅绝招嚟嘅。去到第二季就话。有冇兴趣做我勇者啊？你上一季揾真红阿公主都系望咗佢好耐，觉得啊有啲質素先揾佢过嚟啦。嗰阵时技术未咁发达啊嘛，你知道？咁仲发达咩？哎呢条女啱我胃口，过嚟做我勇者咁啫嘛，大佬。唔系啊，你点知佢入边个世界过咗几多年啫？话唔定系已经过一个暑假，一个暑假咯，就系、是、一个暑假。时间同步冇变过噶。你不如问柯南发展咗咁多年，里面嘅世界过几多日啦？好大劑㗎喎，係咯，點樣比較冇得比㗎喎。跟住其實你話啊 ，OK 嗱，第一場都係好典型咁樣，好似第一季咁樣咧，介紹啦，戰鬥嘅唔係係戰鬥祭典。佢終於承認嗰個戰爭係運動會啦。冇錯，係一個動物奧運會競技，競咩技啫？你佢又唔再執著啲咩計分啊？咁原來呢一部變咗係運動愛情喜劇㗎咯喎！冇愛情啊，嗰啲冇愛情啊，但有捉手，冇愛情，有捉手，有捉手，係運動捉手喜劇。咁嗱整套嘢裏面跟住其實都係頭先咁講啦，就係、是、典型都係其實純粹係一啲生活向嘅日常會，吃包生活。嗱，然後跟住咧，其實咧嗱。其實佢都仲有一個，仲有一個開頭都睇到一集嗰時話魔王出現，即係佢哋唔知解放咗魔王出嚟喎。咁佢打魔王唔通？跟住個解放咗魔王出嚟，跟住個魔王就係佢嘅目標係乜嘢呢？就係為咗及女。及女，好合理㗎！為咗守護全數女性嘅和平，要同魔王打。佢好徹底執行咗呢個魔王嘅身份㗎啦。但係好似魔王係有條女嘅本身，勇者上代勇者應該話。其實咧個傳說裏面就話咧，魔王係俾傳說中嘅一位勇者打敗英雄王，英雄王打敗咗嘅。英雄王係條女嚟嘅。咁然後跟住咧就咧解放嘅同時，跟住就即係第一集尾咧，跟住就英雄王都同時埋解放埋出嚟。咁英雄王少少嘅。係啦。咁英雄王咧就係、是、一個都係人類嚟嘅，佢嗰陣因為都係阿男主角佢哋嘅世界度嚟嘅，係嘅一個即係比佢哋更早之前嚟到嘅異世界嘅人類啦。係。咁然後跟住咧個故事又講，其實咧魔王已經俾佢收服咗。其實咧，你睇到個關係咧，就係咧，魔王係俾勇者嘅一個叫妻管嚴嘅，係啦嘅老婆奴，係啦老婆奴嚟嘅，即係一個老婆奴，好想去及女，被解放咗出嚟，所以及女。後屘佢老婆俾人解放翻咗，於是老婆綁翻條狗街喺度，跟住咪係咁認錯。係啦，係啦，然後跟住就話俾你，其實咧魔王唔係真係魔王嚟，即係只不過咧佢係話佢係因為佢一個職業嚟，唔係佢魔王，差唔多啦。佢嘅職業就話。
因為本身我係研究呢個魔物嘅學者嚟嘅，咁跟住搞下搞下，咁好多魔物跟住我，咁佢哋就稱我，咁叫我做魔王其實都好合理啊！即刻虧曬啦，成堆嘢係。我作為一個嘅汽車維修工人，我身上邊有個士班嚇，係好合理。所以我研究咁多。作為魔物學的王者，那我稱為魔王好合理啊，宮田斗師傅。那我們現在是什麼王？錯估是魏良王。現在不是，我是火鍋王。這個合理，我使那麼多火鍋，那我懂。咁然後跟即出到嚟，即嗱開頭以為即呢個話係諗住有故事嘅嘢，我點知跟住一集就將一個微小嘅希望就打破咗啦。一集就可以傾咗。邊有一集啊？有一集，有一集，一定有一集。佢成集系讲嘅魔王嘅，跟住佢老婆临尾先出翻嚟。咪嗰集咯，咪一集咯。佢哋出完之后，跟住嗰集已经系完全一齐玩噶啦嘛。系啊，哇咁开心啊！变咗四一台麻雀咁啫嘛，三个国家嘅魔王出嚟，有啲打魔王嘅真系又冇。咁然后跟住魔王就成为即系魔王嗰啲又系一个可方同伴咁样啦。然后跟住成周游列国去旅行啦。地底探險啫，都係即係即係開頭跟住都講話啊，都有少少好似有啲嘢就話哦，要封印魔物，封印翻啲前少少嘅呢個劇情，前開始封印翻啲封印力弱咗嘅魔物啦。咁佢話啊，係咪都有啲劇情？雖然魔王變成我嘅同伴，但係係咪都仲有嘢？但係其實魔物先係最終嘅魔王。邪惡嘅對敵入邊嘅同伴，佢弱咗三倍㗎，唔好意思啊。依、這個係永遠嘅定力嚟嘅。一定律嚟㗎嘛。咁然後跟住其實呢都係話俾你聽呢，都係唔好咁認真啦，呢套嘢運動會嚟嘅啫，呢套嘢。嗰啲魔物係老鼠。一集就搞掂曬。魔物係老鼠。跟住佢哋啲老鼠嘅效果其實嗰集係做咩，就係將嗰啲呢套入面嘅不少全部嘅女角都變咗羅莉化。咁羅莉化而之後啲衫會唔啱著啊。咁啊所以變返就本體人啲衫度會全部一次就爆曬啦。即係點啊，羅莉咁啲衫而家大衫咪爆衫咯，上肥上咯。咁當羅莉換翻啲小朋友衫，跟住佢又回復翻正常，就咪爆曬啲衫出嚟咯。係啦，咁女角咧就兒童向俾 surface 啦，咁男角冇辦法唔會爆衫，肌肉咯，就變咗成年化。肌肉角咪成年化咯，即係變咗呢個哥哥。等於魔法老師突然之間日根同小太郎變咗大人版，飲咗嗰啲，同個道理係一模一樣嘅。肌肉激情，激情我邊有肌肉啫？肌肉唔係，其實我覺得高爾好灰嘅。作為其實真係假假地都第二男主角，你睇下佢嘅戲份，真係比個路人都仲不如。佢臨尾就搞咩美食咩啊歡送會定係做冇辦法個？你睇下角色有幾多，佢邊個講得曬啫？仲要有個魔王嚟 high jet 咗佢。唔係，其實第二男主角今集出咗個㗎，阿邊個阿哥啊嘛？有啲人只有哥。係啊。嗰個咪劍聖嗰個啊，劍聖刀將啊，刀將係咯，咁慘啊！嗰個出場仲多過阿高爾，但係有咩用咧？又唔知喎，又唔係即係你第二季而家睇咗個計過就係、是、佢純粹都只不過變翻一套胡鬧向嘅，又唔係話好講究劇情，佢只不過係將啲角色。咁啊，嘻嘻笑笑咁樣，好開心咁嘅一集咁樣。佢本身係一個奇幻，即係本身一個奇幻故事，變咗一個奇幻輕鬆故事。佢講咩？我唔可以講係輕鬆咯，我直情係覺得係 hea 咯。你唔好俾我睇死佢啊！佢十二月嗰次講咩 case， 實攞阿英雄望出嚟，一係賣床單，一係賣抱枕。跟住就嗱，我其實都幾肯定佢咁樣先，佢真係應該會有第三季。秋季旅行啊嘛，講到明係第三季啊嘛。OVA 呢寄出 OVA 又咁樣。咪但係呢其實呢套嘢呢即大家都睇得出嘅呢套嘢呢好多地方你會見到崩嘅。係呀、但係呢崩咗嘅錢去曬邊度呢崩咗嘅錢就全部去曬公主嘅演唱會裏面。賣高緊要㗎。又係 Sony Music 有份㗎。但係最大問題你哋覺得首歌點呀唔好聽，唔係㗎啦，我 skip 咗喎，唔好意思，唔係咯，水泉唱係咪先？我唔知嘅，係喎，水泉唱歌嘅，水泉唱歌好貴嘅，大佬，佢崩多十倍都俾你。唔係，但係水泉咁好似，但係賺多十倍錢喎。今季水泉冇新歌喎，你講下。有啊 ，Lock Days 嗰首主題曲都係佢唱嘅。哦，佢入邊一個人扮兩個嘅，咁開心。有咩難啫？你崩十倍點啫？你賺翻十倍錢可以。又賺咗喎！咪傳聞話第三季係主線嘅，咁拭目以待啦。唔係啊，呢套嘢會有主，有咩主線可以？除拯救佢咯，出第四個國家。魔王出咗嚟啦都，仲有咩啊？出第四個國家係極度邪惡嘅，咁三個國家聯合去
去打，俾佢偷曬，係啦。一台馬車。嗱，不得不提呢樣嘢，根本上叫做咩呢？勇者究竟點樣成為一個真正嘅成為勇者？就係溝曬全個國家，幾乎跨國三個國家啲女都俾佢溝曬。但係溝女無分國界。佢呢個問題係因為個勇者得一個人係男性啫。唔係一啲女咪搞白口。所以咪話咯，嗱，即係高爾假假地，雖然即係叫嗱男主角嗰啲叫做咩咧美型，咁高爾假假地都野性型啊，冇市場。你唔好計啦，成班啲咩護衛軍啊，嗰啲男人大叔咧冇氣氛㗎，好慘㗎。嗰啲人偶嚟嘅啫嚇。佢哋有 BL 僵尸嚟㗎。我企你前面，你企我後面，我做個大招，你用個射擊咁㗎嘛。唔係，所以你話。整個故事嚟講，今季裏面真係純粹睇 surface 或者輕鬆樣嘅話，我覺得可以嘅，大家聽聲優都上心悦目嘅。都唔推薦，我唔會推薦呢套。但今季其實如果你睇輕輕鬆鬆，唔係我呢套我推薦嘅，佢啲截圖幾 attractive 嘅。唔係，但如果你睇輕輕鬆鬆嘅話，其實我覺得有其他有其他更好嘅選擇。有好多選擇，不過你話如果真係純粹叫做咩刀足掛住刀足，又有咁多聲優嘅加持之下嘅話，咁你咪睇咯。